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近日在酷我音乐官方微博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，那就是2021年4月19日酷我音乐星耀人气榜日榜揭晓了，排名前五位的竟然全是周深的歌，能够对前五实现大包大揽，这是何种实力？不得不由衷的感叹，心中只有四个字飘过，不愧周深。不知道生迷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？酷我星耀人气榜不仅是每天的日榜会更新，而且一周还会评选一次周榜。在这份榜单上，周深、刘宇宁都是榜单上的常客，但是能够前五被一位歌手实现霸榜，这在星耀人气榜上还是首次。周深进入榜单的这五首歌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了。Top 5，我是你的谁，周深一直在用实力说话。我是你的谁这首歌是2020年七夕情人节深深送给生米最好的礼物，这首歌也是一首在小编歌单之中。我是你的谁那还用问吗？对于生米们来说，你永远是我们的最爱。 Top 4，化身孤岛的鲸，周深的歌永远听不腻，因为他每首歌都倾注了不一样的感情。这首化身孤岛的鲸，周深的力舞版听了很多遍，但是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百听不厌。没有谁是一座孤岛，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，而周深就是驻扎在生米们内心深处的最爱。 Top 3，简。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版是周深在《快乐大本营》中的演唱，至今记忆犹深。《长歌行》这部剧正在热播中，同样的，周深的这首好歌曲也是一直相伴。周深用极富特色的嗓音刻画出李长歌和阿什勒斯彼此相互成长、相互救赎、相互扶持，最后找到彼此所要追求的道。 Top 2，归处。《侍神令》这部电影虽然在今年大年初一并不算很成功，但是周深演唱的这首《归处》却堪称是一首经典。不问出路，不求退路，我心唯一归处，那就是永远跟随周深的脚步。 Top 1，画卷。排名第一的就是画卷这首歌，周深的音乐是一种艺术，让人禁不住陶醉其中，而画卷这首歌能让人进入其中，歌声随思绪飘过千古，引人无限遐想。厉害了周深，榜单前五实现大包大揽，霸榜背后是实力见证。对于优秀而励志的宝藏男孩周深，有什么祝福的话吗？